Bốn tiết Chào anh à, số hóa chè chú hả? sành. Em vô xài đó hả? Mấy quay chào anh. À, mình chuẩn bị mình cho trái liệu. Của mình chính hơi dùng tàu. Đây kìa. Bảo đặt bếp đó. Đây kìa. Hồ sơn chị nè, sao như là như số Su à, với số Su, vị. Su đâu hình lý hài à, mình sang suy bất chào lê. Ồ, bài thi suốt À, 2 tuần Su, mà. mấy yêu, bài thiên hóa, soi của mấy, mấy, mấy chữ, ở trong giờ sửa hô tạc hơi suy bù hào ý sư. Ồ,晚上没有睡好，白天就这样。你白天尽量不要睡咯，没要睡有，睡半个小时。白天。白天医生讲哦，你晚上睡不着。白天假如你要睡，就赶快去睡，没有睡会神经啊。所以每一次我中完了哦，我不管了，我赶快躺下来咯。那个眼睛开不了，连那个脑是开住的，就赶快躺在那边咯，躺在沙发里面哦，休息咯。啊，谢谢你有心啊，子琪。你看是不是要吃一些什么东西来补眠？不可以嘞！以前哦，以前我的邻居每次去跟我买那个什么啊，远山那边买那个灵山云啊，灵山云啊，那个吃得好，那个是提神的是吗？啊，那个人讲那个灵神原啊，是提神是吗？不知道嘞，吃得很好嘞，不会你做什么不会。晚上虽然是不睡觉啦，但是白天你做什么不会是打瞌是，那睡个是提神的，那个就不用了，啊，因为你就是晚是上了。不会睡现在我不会去买嘞，他们叫我去问，我去问，他说老师你可以他有开始很，了。哦，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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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sorry 啊。不用紧，是好的，身体要 take care，喝多点温水啊，有啊你有要啊，喝多点温我水，然后喝很多白开就水。喝那个黄 turmeric，anybody know what is 黄 turmeric 姜吗？黄姜姜啊，泡那个turmeric 黄姜 powder。粉啊，黄姜粉啊。泡 turmeric powder 跟 honey 在一起，再跟温水这样喝下去。哦，OK，谢谢老来，师。我们准备颜色，今天颜色大概会用到这样多的颜色，有深红色，一点点深 orange color，两种青色，深色的蓝色跟 purple color。OK，给我放回去。再等一下，乱。你今天会学画玫瑰花，虽然Mother's Day 过了，but actually consider 是整个礼拜啦。So Mother's Day 我们来学画玫瑰花。玫瑰花挺容易的，因为今天会用到。Dollar paper 啊，每人每人每你们每个都有 dollar paper 哈，
toilet roll 有。对，这个 toilet roll 的东西，那个里面的那个。So 我本人自己跟他剪啊，剪小一点比较容易剪的，不要剪也可以。OK， 我们需要把它掰成一半。啊？啊，我们把它折成，就是把它按成，哎、欸，按扁它。OK。老师，那个镜头没有对准呢、欸，没有对准你的那个、啊、镜头对准的脸，没有对准那个手工。对对，看不到。Okay.我把那个按平它，等一下。又老师要拿高一点还是？没有看到追不上两边啊，刚才。嗯。对啊。这样两边哦。要我自己给你拿掉。哎啊，有没有看到？有有 ，OK。OK。So 这个是圆的嘛，把它按成一半。哦，按成一半。然后。再按多一半，我按多一半啊，嗯 ，OK， 按成一半呢，你就把它慢慢的按到一个 shape 这样的 shape， 嗯，那就变成这样了，嗯，OK， 都是一个圆的啊，呀。多一个圆的，按成一半，再按多一半，然后把它弄成这样。OK？ 嗯 ，OK。每个人都 OK？ OK。好，那。我们来做个练习，随便来一张纸先，来 test 一下 ，test 一下用这个东西，拿你们弄一点水。老师，你的纸，老师啊，你的纸是打横的还是打直的？打直。啊，打直啊。打直。好，谢谢。来放一些颜色在那个板，有、okay, 一个扁的一个 surface，、okay. 然后呢，你就拿你这一个， okay. 然后就弄不到呢，你还可以用你的 brush。那我做 test drive， 哎，按下去，蒙蒙沙沙 ，OK， 不用紧的，再 test 多一次，也可以。这是 what color 哈 ？Purple 哈 ？My what? Any color first？ 啊 ？Any color you can use now？Just testing only. Oh, make color. You want to use red color also can. 你可以拿红色。好。这次的颜色给它弄厚，不要太薄。看你的白灯，可以吗？这个 toilet roll 啊，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可以 paint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 paint like butterfly， flower。
我们也可以配音来 dragonfly， 这样。dragonfly， 呀，因为这个好像一个 wing 啊，它的。变成 flower， 我们现在只是 try 看你的 shape 漂不漂亮。Okay. 好了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拿一张干净的纸，现在可以画那个花。第一个步骤有看到这里吗？第一个步骤怎么弄成这么多？那就这样弄，我们一起弄啊。中间先开始了啊，老师啊。中间第一两朵，然后再来现在把它弄成大概旁边高一点点，按下去。OK。可以吗？第三次再来做一次。现在是这边，往这边。加上来 ，OK。如果还有的话，还可以再放下去。弄乱不用紧，越乱越好。这个跟它重叠的吗？嗯，对，重叠。重叠哦。嗯，越乱越好。好。可是乱哦，就是乱在这一堆，在通通往上的哦，通通往上，不要往下啊，不要倒反啊，倒反就不像了。差不多，就这样，应该可以。OK， 你们好了吗？好了，好了，通通好了吗 ？OK，OK，、okay. 我们用回一样的那一个颜色吧，不需要太厚。嗯，好。不需要太厚，给它大概 watery， 随便来一个 petal， 给它加点颜色，有一些浅，有一些深都 OK。
不要弄通通，等下有白白。如果你要加点 orange 都可以，跟着那个形状，这样就可以了。给它能干就快点干，就拿一点深色的蓝色。为什么要有深色的蓝色？是因为我们要画中间的那个 rose。OK，画中间的 rose 啊。我们画个圈，打个比如啊，先开始画一个圈先，OK，你可以画这样的一个圈，这样，或者你可以倒反画一个圈，这样都 OK，看个人的 left hand 或者 right hand 啊，哦，没有对，没有错的，OK，要画你的这样或者这样都 OK。所以你要打个圈，你要动，停下来打个圈，OK，好，我就开始画这里的深色的蓝色，打个圈在大概中间这边，不要这里啊，不要在下面这边，在它的中间。诶，我先点一点先，然后走一个圈，然后这里点一点，这里点一点，加一点别的颜色，你加一点 purple color 都 OK，你要弄成有点圆形的，好像玫瑰花这样。里面如果你觉得那个圈不够，你还可以画点圈，这样就可以了。看得到吗？很赞啊！OK，画完了呢，就可以洗 brush 了，我们就不用这个颜色了。我们现在呢，拿回我们刚才那张 practice 的纸，我们来 practice 它的叶子。叶子用青色。浅青色跟深青色都可以用。叶子第一笔画，打个比如，这个是那个 stem 吗？Example, this is the rose stem. OK，画一根 rose stem 先，这样你知道你的叶子可以从哪里画，从随便一点都可以。现在只是 practice。按上，可以吗？要给它，因为它的玫瑰花的叶子是好像有尖尖的，对吗？我们就这样用你的尖的毛笔，慢慢的。然后它的叶子有一些是很胖的，我们加胖它，然后再弄它的那个尖尖的。然后中间。像玫瑰花的叶子，可以吗？来，我们再做多一次。
我现在画这一边的，从它的这边开始画上按下去，走，慢慢提上来。这是薄的吗？我们现在加厚它，一样的，从底按弄肥它。然后呢，就加它的那些装。再转你的纸，耶，一个叶子就出来了。OK， 有信心吗？有信心我们就回来这朵花，没有信心我们再 continue practice until 每个人就 OK。Okay, before 这边 ，after 这个完了哈，画了从就是好像从你的这个花，从这个花，你画了这个根，画了你的叶子，它的那个花的下面。还有一堆东西 ，OK， 这个 ，OK， 画了这个叶子，一样的，你点一下，一个点，一个点啊，然后这个点呢，你就出来一点。然后再出来多一个，这是那个花的那一边。对，我们来开始弄那个花了。先画它的。花根，画完它的花根，画它的花的下面那一点，深色的。可以吗？然后就可以吗？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它的叶子了。叶子第一笔。看你要下一点还是上一点都可以的。看，再从下面，看，给它胖一点。然后就慢慢弄它的那个叶子的尖尖，可以转一个纸，
然后再弄另外一边的叶子。叶子就好了，对嘞，漂亮。有时候会加一点 Tom 玫瑰花嘛，用那个 Tom。一点点就够了，不用太多。美吗？对，很 boring 哦，很空哦。我们来加，dragonfly。我们的玫瑰花都画好了没有？看一下。还没有，我这还没有。OK，你们画好先，那等一下我们再加 dragonfly。如果你觉得那个玫瑰花的线条啊，那个圆的线条不够，因为它一干了哦，它就会比较浅。我们还可以再加深一点的颜色，给它多一点圆的那个感觉。今天我的玫瑰花不是红的玫瑰花。对，放一些草在下面也是可以，加点草。加点草，好吗？玫瑰花，好了，等我们可以等一下画一个 dragonfly。我拿回刚才。其实那张纸，来 practice 一下怎么弄那个 dragonfly。
刚才你们的那个 toilet roll 是用红色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边干净的，可以用这边，可以用它的另外一边的，也是干净的。OK，现在用这些。每个玫瑰花画好了没有？Okay, 我来示范做那个 dragonfly，dragonfly 可以选青色啦，蓝色都可以。Okay, 一样的做法，把那个颜色放在那个 toilet roll 的那个 pattern，这次呢只是按一次才，dragonfly 有两种 pattern，一种只是看到它的一边，它的一边的 wing 的翅膀。所以尽量把它弄翅膀薄一点，不要好像刚才这样圆圆的，不要啊，给它弄薄一点这样。然后大概这个 angle 按下去，嗯，很轻的，然后就可以用回一样那样的颜色来画它的翅膀。它翅膀有一条一条的线条，再加一些深蓝色。这边也是。你加青色也可以的，加一点。然后呢，也可以画他的那个身体，身体我先放多多少来着。身体先点一点他的头，一个点。OK。然后就身体大一点，然后就点它的尾巴，用点不要画，OK，身体可以画，然后到尾巴就点，它的脚。可以了，蜻蜓，你这个是 one side 的一边的蜻蜓。蜻蜓，现在我要看到两个翅膀，现在只是一边的翅膀，另外一个我要做成两边的翅膀。一边，这是第一边，再加颜色。第二边要往这样的。然后跟着 aim，我就按出去啊，就变成两个翅膀了，总共有四个。然后呢，去画它的中间，再起不要出现，先给它的。给它的翅膀有颜色，
不用 color 整个翅膀，给它留一些白，因为蜻蜓的翅膀是 translucent 的，给它这样。好，然后我们就画它的身体。身体。像他的头，身体，然后他的尾巴，点点点点点，加一点线条。不同的。那就一个蜻蜓，蜻蜓。如果你觉得它的翅膀不够大，可以再加个一点点，浅一下那个颜色，再加上去多一点。做 shadow 的，嗯，哎，就这样了。这个也是可以，要水水的，像好像它在后面，这个尾巴，wing，它的翅膀是在后面，这个翅膀是在前面，这样。OK，快最少了哈，我们就。过来，回来我们的 Rose，要放蜻蜓在哪里？我想想，没人。你可以放一个蜻蜓在这边，你可以放一个蜻蜓在这边。你看，我看我现在只是放一个蜻蜓就够了。好像我的这个纸没有什么味，我就弄一个就够，一样的，放颜色，然后要把那个蜻蜓放在。花，大概这样。我画一个狗，没有味哎，我的没有味。好的。翅膀，然后我要我的蜻蜓坐在我的玫瑰，先画它的头先，头没好运气。画蜻蜓的身体。画了身体，就画它的尾巴，点点点点点，已经上来一次。直角。画它的后面的，
Okay. Okay, 吗？然后呢，最后一步，最后一个啊，做一个 step，拿一支笔，拿你的放了颜色，什么颜色都可以，红色、粉红色都可以，给它 scatter 一点点。这样就好了。OK，给它吹干一下，然后就写一些字啊。然后去写字，有的。名字。With No. be filled with What? Be filled with joy, joy. So it is be e l l e d w i c h j o y.
OK， 如果不会 spell 的话，老师，我给你看我的。啊，来，可以吗？可以啊，嗯，很漂亮，可以啊。嗯，可以，可以。谢谢。然后呢，在这个玫瑰花要画一点，用一点黑色，用一点。加一点线条。哦，因为有时候在里面 watercolor，画一有个时圈。候，画圈。有时候 watercolor 啊，太薄了，它看不到它的很明显的那些 petals。蜻蜓也是可以画一点点。不一定要画整个，一点点够了。叶子也是可以加一点点，如果要的话。呀，哦，漂亮了！哎，比如我的太黑了。说你那个 step 可以拍照。哦，再 practice 一下。可以吗？也不是很难。中间好像太黑了，老师哈，太黑了哈，有一啊，太点黑，黑，嗯，哦，对了，太黑了，因为我用那个毛笔很粗，对，你们可以拍下来它的 steps。So, 第一个 step，我们就是用这个。哦，第二个 step 就要加颜色在它的 petals。对，第三个画它的花蕾吧，下面的那根那堆东西了，花然后二，就画花萼哦，然后就画了一个。stems，然后你们就可以加它的叶子，因为它的叶子是尖尖的，有点刺这样的，哦，跟其他的花的叶子有点不同。So this is step five and six, and of course you have the final one. Then of course we add our dragonfly. Okay. 好吗？有问题吗？News with Joyce.
If you switch off.可是你们可有一些可能会问我，老师可以，如果不要用这一个，不要用这个也是可以的，自己画还嘛。只不过这个 shape 可以帮你定下来那个 shape 还会比较容易。It's just like a template 哦，有这种 is like I think like a template。这个 template 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东西的，可以画多另外一种花。对，也可以画蝴蝶，蝴蝶也可以画。哦，这个也是可以做成一个 template for 蝴蝶的，它的那个 wing。你看，如果我弄圆一点点，开一点点，它的那个 shape 就好像像蝴蝶的，它的蝴蝶的那个wing。所以可以用很多用途了，这个也可以做很多手工，啊，OK，有问题吗？谁还有问题？Yes，Janet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知道 Chucky 要去做工了。哦，然后我的心里的两个翅膀打开哦，接不够中间的，所以我就只好画，好像他在怎么讲？可以啊，拍就在，动对啊，啊，那在动啊，很好啊，很好。拍动的那个感觉咯，很好，很好。Okay. 因为已经是缺点了，那个接不上，所以我就好对，拍动的感觉。不用紧的，不用紧的，只是尽量不要弄它太 far apart 的话就，就 try to 弄密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加 shadow 啦，但它有两，它虽然是旁边，我们还可以放一个很 light 的 water color。变得好像他在后面一个影子在飞这样，然后这个也是在影子在飞这样，还有谁有问题吗？Still anybody got any question？没问题。OK。下个堂课是在29号这个月啊，二十二号公共假日，对，22号是 Saturday，所以我们就变成29号，OK，我在想，可能教你们怎么样画苹果，用 watercolor 也是吧，应该不会难。可能这个不要拍照先，看才。除非我找到更好玩的。
可以放那个 QR code 了，慧琪。不然等一下，Choki 要跑路了。好，OK，好，稍等一下。哦，OK。OK，Thank you，好了。啊，对，拜呀。OK，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你们现在快点对你们的拍照那个 QR code。OK，you need to leave, you can go. See you, bye bye. Have a good weekend. Bye bye.大家都少了吗？哎，跟说哈，你拍了吗？QR code。可以吗？OK，谢谢 Vicky，OK，thank you very much，see thank you，you，拜拜。拜拜。